黎诺伊推剧为陪老婆待产。黎诺伊寻日就出席圣诞活动，佢表示圣诞节同屋企人一起度过，又帮忙照顾侄仔侄女，更加笑言自己而家对凑小朋友好有经验噶啦。我而家真系好有经验啊！我而家可以系单手啊换尿片，帮嗰啲侄仔侄女，其实系一个难度嚟嘅，单手换尿片，系啊，几得意啊！因为已经是成个家族啊，就算男家也好，女家都好，我都是最迟一个有 B B 嗰个嚟嘅，咁所以我妈是完全系冇乜惊喜嘅。我妈仲要同我讲话，阿仔啊，使唔使我凑噶？唔使我凑嘅话，好攰啦，阿妈系啦。咁啊，我同阿妈讲系玩嘅啫，呢个系啦，咁啊唔使啲老人家凑噶啦，系啊。此外，乐意又透露老婆的预产期出年四月，又表示为主要陪老婆待产，所以之前已经推了要出浮拍摄的新剧《天命》，以免撞正老婆要生 BB 而影响拍摄进度啊。因为譬如说啱啱推了《天命》嘅，但系因为《天命》就是三月到四月咧喺北京长城同埋横店取景啊，咁咁啱咧就系我太太就系四月十几号生 B， 咁你都知噶啦，生 B 咧好得意嘅，当你唔喺香港嘅时候咧。你的老婆咧就係啦，就好想要你翻嚟。哎呀，老公好似有啲唔好舒服，咁你又要坐飛機翻嚟喎。咁翻到嚟其實未必生噶嘛。咁所以同咗公司同阿珍姐講都係，算啦，都係留喺香港啦。咁啊，費事飛嚟飛去啦。咁所以淨係會拍一啲飲食節目先。咁啊，喺香港係啦，直到去到五月先會再決定睇下個 B B 個健康點樣啦，先再決定睇下會拍翻一啲出埠嘅劇集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蘇怡譚偉琪。喺度咧，祝東周網同東周刊嘅讀者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Hello， 你哋好啊，我是林玉慧 Denise Lam， 祝東周刊同埋東周網嘅讀者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莊思明，喺度祝東周網同埋東周刊嘅讀者聖誕快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張燕博。祝東周網的網友 Merry Christmas!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!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!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!